再见。凝胶要没，哎，你后面。凝胶没了。神经病哦，这个。六颗，欸，他们为什么子弹那么多啊？这是异常行为被系统淘汰了。我可以玩到十点半。好，那你等下继续打。哎，小春，等下你还要打吗？但是我下礼拜要喊，我现在很堵了，因为我要喊，我会很堵了，然后下礼拜要喊。你到几点？我怎么太多人？我也到十二点。然后 AD 就会跟你讲说：“对不起，我韩服要补习。”对不起，我没有韩服。AD， 我都有韩服。我是说我，说我高中的时候。AD， 哎，欸，有人哦。等一下，我们去长部了，拜拜。哎，等一下。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有人呐 ，AD。我刷赛啊！不给我飞刀干嘛？这里残血啦！后面，你后面啦！脚步啊，哥！压他！收掉，收掉！200，踩一个在 B 点，小熊。外面这里啊，这边。我绕弯，对，我绕弯，我绕弯。花博轻击啊，哦哟！我靠！奈米，呜！哦，差点打输。先补，先，先补。全击是怎样？其实，在奈米。哎，有人哪里？两只，好呀。等一下，鱼打到我了。你还 OK 吗？哎，两只哎，你有看标点吗，洪大哥？另外一只在加油站。出啊！我今年，我今年有看标点吗？不要，要不要互相？加油在里面，掉了。哎，打他！他打了。打那只，我直接百块。救人！你们有钱吗？哎，正标点，哎，抓标点，抓标点，先你们先抓标点，先不要开，先不要开，抓标点。我没开啊。在哪？在哪？往前看，你又看到，前面那一栋，正前方那一栋。差点讲，你加油站，旁边有白兵。往上。我看到体育馆。哎，是不同组的，不同组的啦，哎。不同组的。两组不一样哦。两组不一样哦。组。黄明。凤凰掉，收掉，凤凰掉。Double kill。好，可以救了。我觉得你们拉回去泥浆，拉回去泥浆，拉回去泥浆救。这里人好多。是拉回去你们这样子被前后包哎、欸，直接去军火库啊！你们近点啊、哦，月月。撤！不要给他逗留。我现在很难走哎、欸，现在我在里面。下就要逃跑了，我放 AD 在军火库。是不是有300之后？我反正连刀是怎样？一大三呢，快！他团灭啊 ！AD 要不要捡？啊，一 MP53，有 AD 枪三呢。龙龙要吗？龙龙，龙龙，我没有背镜，龙龙。龙龙。龙龙的 MP53 啊，龙龙。龙龙，你怎么还零杀啊，龙龙？靠呀！哎，你家场地在打啦。
答。哎、欸，前面有代币，为什么没人捡？捡啊！但是在山坡，我要跑好。那算了，先打你这样吧。等一下我看到标点。哎、欸欸，等一下。熊熊，那有人打我。山坡有人。哎、欸，我后面人在偷我。这到底是同一组的、啊？可以救吗？我他有技能，他来了。没关系 ，AD 前够。你这样等可能还有人哦 ，AD 你要小心哦。那个月放的。秒，你快点的吗？我知道。你这样等可能还有人哦。啊，我现在没有治疗枪。其实我们可以守这一栋，这一栋好像也在圈里面。其实我觉得月月好像不太妙。被投了，你要不要回来我们这？你要不要回来我们这里？我不知道，被投了，我要去找你。我还用个口袋上电脑。月月怎么这样？哦，在屋顶呢，其实我想问他哪里。我刚刚我那个神像屋顶根本看不到。我刚刚买什么？我突然忘了。屋顶的会直接被挡住。我用四倍屋顶也看不到。神像超丑。哎，屋顶有人，体育馆屋顶。看到。我发现没有人要救月月。架了。在右边，它右边很右大右的时候，里面是有枪。我有。有的彩虹。右边有人哦，熊熊看。帮我治疗，谢谢。月月，我没钱哦。我没治疗手枪。我有钱。你先，我们不能出去，我们不能出去，因为大右还有人，大右跟空投都有人，然后里面这个方向右边。这个地方有人，然后这里也有人。哎、欸，你们小心，你们会被打哦。护盾穿透。我凝胶剩，我的凝胶剩一个。这里是怎样？哎、欸，你们有地雷吗？金鸟人，金鸟降落。欸、我听到声音了。屋顶有降落。我在看楼梯。找不到。来啦，熊熊。熊熊的屏障直接把我子弹全部挡了。我想对面屋顶，头上是有了。熊熊。有，两只。放进来。不要开枪！他们。哎、欸，是晒我头哦！哎、欸，艾迪封门。门要封起来。开破。竟然在晒我头是怎样啊？来了，封好。他没那么笨，这里有刷杠。我有了，只是。神，这是神，神经病哦！冰要死，还有八个，没有，我以为那个风可以丢哈。冰雷太胖了，不行，冰雷不行。手弹丢进来，按那个冰雷没有丢是怎样？冰雷不行，因为冰雷会爆炸。你手一卡 bug。你家要没？哎、欸，你后面。
人家没了。然后突然打你，神经病哦，这个。哎，这个没有必要哎，六颗。哎，他们为什么子弹那么多啊？这是异常行为被系统淘汰。知道自己乱自己乱打。艾迪，你有？天哪，这个。艾迪，你有多少钱？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外面，哎、欸，外面那个钱好多、哦，我捡到他的包、欸，哎、啊，这个我也要捡，哎、欸，换你捡，我捡不到、欸，哎，你要在那个非常角落，啊，哎、欸，封门，哎、欸，背后。不要在那边，这里只有人呢、啊，送你们这个、啊。确定这边没人？都在下面，怎么办？加一下。绿兵打。控好强哦！一下两只。哎呀，哇，好小。剩一个，让我补血，等一下 ，Eddie， 等我一下。大残了，没事，你补，我让他，他冲去，他大残，所以，好，默契配合啊。哇，你好帅。哇，太夸张了。